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杜奥娟。我的师弟张艺东参加了创造营2019。艺东呢，平时是一个比较腼腆，然后又努力的男孩。你别看他个子高高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起来，好想哭的样子哦。但是他确实是一个，很有趣，然后很好玩的人。希望他这次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俞浩明，第一娱乐学员张艺东啊，参加了腾讯视频节目《创造营2019》。张艺东呢，平时是一个特别腼腆、特别爱笑的一个男孩，然后在舞台上、舞台下也一样的开朗，也一样的这个青春活泼。然后呢，我也希望他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，能够取到很好的成绩啊，希望你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七濑美云。那第一娱乐的学员张艺东同学马上要参加腾讯视频的创造营2019了。艺东同学是一个腼腆但是又很可爱的男孩子，相信他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，要多多支持他哟。